들어간 그 순간 Pick me, pick me, pick me 시선 도장 너에게 Pick me, pick me, pick me 越难的地方我们就会越会往那边走，每一次都希望每一个作品可以呈现给观众朋友们是不一样全新的自己。像我这最近目前正在台湾播出的一部戏剧，我在当中同时饰演的一个 rapper 以及一个外科医生，这个好不同啊。对，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非常大的一个角色，那我自己也愿意也勇于去承担这样的责任，把自己花了3个月的时间整整的都待在医院，也跟着那些饶舌歌手们一起生活，为的就只希望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们在每一部戏每一部戏这之间的成长，而且我们勇于挑战不放弃的一个心态。